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Roblox。那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呢？这是一张成长型地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成长什么呢？对，没错，今天这就是我们要成长的东西——滑雪板哦。那我们一开始呢，只是一块小木头。我们来看一下最一开始的木头能滑到多远啊？哦，有往下滑了。哦，翻车啦！比我想象中还滑得远呢、欸。哦，距离399。然后他只要滑行的越远，赚的钱就越多。我们这次赚了78块，那赚的钱呢，当然就可以来升级我们的滑板哦。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能解锁吗？哦耶，下一个滑雪的是要500块啊，是一扇门。那其他东西呢？哦啊，这是后面的涡轮，然后这是旁边的吧，可以增加防御力的。哎，100块我们啊买不起，70几块啊。然后这是装饰的，好吧。那我们再来滑一次。哎，怎么往回滑、啊、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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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来滑，呜、哦！这次有办法比上次远吗？啊，爆开了，355，好吧，可以比上次远，但赚了70块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升级啦。来，买这个。装备，然后旁边就可以装这个铠甲之类的。那我来看一下，增加防御率之后会不会可以滑得更远啊？来哦 ，Go！ 哦，用纸板这有效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变得比较稳，变得比较坚固，滑得好远哦！哦，再滑。到现在都还没爆开欸！哇，过桥了！要离开这个雪地了吗？哇，爆开了！耶，我只是装个铠甲而已，瞬间距离变成1297了，赚了200多块啊！200多块还能买什么？我们现在钱有300块，下一个铠甲是什么？1500，下一个也太贵了吧？这涡轮要500块。加一个哇，好吧，要赚钱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赚到1400了，我们可以来升级啦。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底座木板门，买。然后加个涡轮，100块 ，OK。那这次能滑到多远呢？来咯，哦，来试试看怎么用这个涡轮啊。哦，可以喷。但是要对准方向啊。啊！感觉滑不动啊！啊，没有涡轮了，卡住了！啊，怎么滑的比那个近啊？太烂了吧！不行，再重来一次，这次可以吗？我撞到人欸！我怎么感觉这个板子比那个一开始的破木板还烂啊？哦！一开始我们的铠甲就爆开了，超烂的这个。好，等你空光一点，我再开。开啊，冲哦！再滑。这次可以超越之前的记录吗？哦，进洞了。还没爆。咦，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传送点欸。啊，爆开了！我想去那个啊。来，我们来增加一下我们的防御力啊！买，这次能滑到哪？旁边这是什么？篱笆吗？哦，感觉有变稳了哎、欸！冲哦，这角度可以啊！啊，不管了，继续滑吧。这次搞不好可以破纪录。哎，哦，进洞了。距2000了，不要撞树。哦，会超越这边吗？靠，怎么变这样啊？变一小片，这样还可以滑哎、欸。2剩32，哦，有没有机会进这个标示？
有机会！为什么靠近的时候它消失啊？傻鬼啊！哦，前面有一个大坑。我说的是蜘蛛网，下面会有什么呢？距离5000啊，6000啊！哦，来了啊！正要到下一个区域的，哇，真是赚了3665啊，距离8339，3000多，可以升级我们的底板了吧？哦，下一个是船诶，买 ，Go， 看这次能不能破万啊！来吧，哦哦，不要撞，好快哦，这次滑的好快啊！靠，还没喷那个涡轮，它就已经爆开了，滑的好快哦，这次，呜、哦，下去，完了，倒退路了，重来。哎，一开始就喷涡轮好了，不管了，乱喷一通。哦，旋转式啊，果然，速度越快是不是破坏越快啊？这个破坏伤害越大是不是？我们目前速度都会到150，所以铠甲也要升级啊。下一个铠甲是5000多吗？好，我的头又朝地了，这样滑没有问题吗？终于赚到5000多块了，可以来买我们的铠甲了。买，这次应该可以破万啦，铠甲升级啦 ，Go！ 哦，没有爆了，没有啊，好吧，还是爆了。2000了，完了，遇到3，完了，我被卡在这啦。好了，终于赚到6000块啦，来。升级我们的基座，这次是这个雪橇是吧？这可以控制方向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很猛哎、欸！来喽，可以吗？不行啊，不行控制，有比较强一点吗？这样比较稳哎、欸、啊！好快，下去，对，下来就对了，来再滑。欸，这台翻车的话，它会直接消失欸，因为它很难再翻回来了。欸，要翻啊！啊，又爆了！冲啊！不管了，往前冲哦！好撞车，让我下洞啊！下不去。啊，我真的永远冲不上去了欸。有点再也冲不到10000多了，就可以直接买欸，哇，用车子的欸，99就有了，我们先买个跑车好了，99，来试试看，看会不会比较强一点啊，买，好啦，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比较好滑、啊，感觉被骗钱了，没有轮胎欸，哦，好帅，可以，这还不容易翻车欸。可以，这台可以进洞，没进洞，来吧，看这次可不可以滑啊，走到不归路了，完蛋了，有没有机会改变啊？哦，好像有机会，哦，不要死路，滑过去啊，滑到死路，他这是有匹配的道具啊，哦，果然有欸，有欸，装轮胎啊，我刚才没装。好，我试试看车子，我想说怎么没有轮胎啊，这样正常多啦，中哦，我觉得没有进那个地洞啊就很难到10000、欸、啊，不管啦，这次就滑吧，车子太稳啦，车子就买这台几乎不会翻车，好啦，差不多就是这了，好吧，看来用同样的装备也不会比较强啊，我们目前赚到了13000，下一台车要15000啊，好啦，我们赚到15000了，可以换下一台车啦，买，这次可以破万了吧？Go， 圆的感觉就可以滑很远啊，
进洞！ Nice！ 有，这次有机会，滑吧！5000哦，好顺哦！这台车怎么往旁边滑啦？不要啊！至少进洞吧！进洞！对！进去！要不要进去啊？哎，有机会 ，nice！ 哦，开始翻转了，可以吗？这一次，下去，对，距离破万了，能到下一个区域吗？快到了，在前面而已。这台车果然很强啊！有啦，终于来了，到这个岩石地带啊，再滑，可以耶！竟然也继续滑，还有洞吗？有洞就钻啊！哦，要20000了，不会吧？这是要大发财啦！哦，前面好像有洞哦，要往旁边滑。对，往前，有动吗？没有啊，没动，放个三角锥干嘛、啊？咦、欸，到水晶区了！哇，里面好像宝箱哎、欸，碰到可以赚更多钱吗？完了，我车要爆了，嘣！来了，我们新的记录。22541，22541，赚的钱10000多，可以升级了吧？升级一下我们的铠甲。哎，然后我刚才发现一件事，你买的基座越强，你氪金的基座也会跟着变强。那我们一样用车吧，我发现车真的很稳啊。来，再试一次车子啦，来喽，冲向我们40000吧 ，Go！靠，一开始就卡石头，终于到了这个大坑洞了。这次应该是我玩那么久以来第二次那么远的、啊，能破那一次最远的记录吗？这次啊，撞车了。哦，还好我铠甲很强。再冲！矫正啊！涡轮到底有没有用啊？不会吧，要卡在这了吗？往前滑。有，往前滑 ，nice， 可以，这边很平坦，可是我们要撞车啦，完了，进坑了。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